今天我要变身物质女，恶搞我老公，看他什么反应。老公，我觉得我有必要跟你谈谈了。谈什么？咱俩结婚这么多年了，我没对你提出什么要求吧？但已经11年了，你能不能让我看点希望呀？你又发什么神经？我神经？你看看我闺蜜身上穿的、用的，哪个不是奢侈品啊？你再看看我，我为什么就要用便宜货？凭什么呀？你真这么想的？我实在是受够了。那你想让我怎么做啊？我就是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了。我就想不明白了，不一直好好的吗？你怎么突然变得我不认识你了呢？你让我冷静冷静。老公，我都懂，你不用再说了。你说的都对。对个屁！啊，我就问你，我演的像不像？让你每天恶搞我，嘿，我还不能反击了我。你恶搞我了？怎么啦？哎呀我的妈呀，你把老子给吓死了你。嗯，我还以为你变异了呢。你说谁变异了？你说谁？生活像一把无尽的刀，快乐的傲慢模样。